Xing Yi Chuan, Quan Shu, Qi Jian, Dui Lian Tao Lu. Zai Xue Lian Xing Yi Chuan, Wu-Xing Quan, Bu Fen Shi Er Xing, Ji Yi Xie, Quan Tong Tao Lu, He Qi Jian Hou, Yao Jin Xing, Dui Lian Lian Xi. Dui Lian Shi Yang Mei Ge Ai Hao Zhe, Chong Zhong Ti Hui. 尽力的变化，从中找出自己这个尽力顺达不顺达，这个劲能不能放出来，打击的效果如何，从中能体现到，这个我们这个教学片主要是演示一下传统对练套路，五行相克。 对劈拳、安身炮和近年来新编的综合形意拳对练和形意拳对剑，希望通过这些展示对形意拳的尽力演练风格，这个都有一定的认识，最终从中。去掌握它，运用自如，能体会出其中的尽力和乐趣。形意传统对练套路，五行相克，它是根据五行劈砖崩炮横这个相生的顺序，相互。 制约产生相克，编排的一个传统的对练套路。这里边要体验在进退中，在转折中，攻防一体，尽力顺达，希望这个传统的这个对练能给大家一个新的认识。 形意拳传统套路对练，五行相克，第一式起势，俩人平行站立，相互扭转相对，双手提起，肘贴肋。 到心口，下蹲下沉，握拳，肚脐一边一个，右拳奔心口，钻出，左拳反拧到肘窝，手见手翻，最后定式是三体式。第二式，上步右绷拳，搂前手，趟出前脚，绷住后拳，借助后腿的蹬力。对方用绷拳打我，我要用退步躲劈拳。 来防守，这一动作是在对方一劈打过来的时候，我要同时两脚同时往退步，避开了拳打击的距离，同时前手迅速收回，旋螺旋拧，然后再反拧。
来劈其对方的前小臂，要向下劈，由前挫，使对方的攻击力荡失。下面演示一遍。右拳被对方封住以后，迅速左崩拳打击对方啊，利用右拳的回拉外旋啊，将对方的来手分挂出体外啊，接着打出右崩拳，要跟这个步较齐了。对方用右换崩拳来打我的时候，我要用退步右劈拳来并进防守。对方一来拳，迅速撤步，撤步来避开对方打击距离以后，迅速前走后拉，后手向前劈，借一个转腰拧转之劲向前劈，劈向对方前小臂，还有劈、压、挫，三进合一，合为一体。下面演示一遍。对方封住我的来手后，攻击手回挂啊，打出上步右炮拳。这个动作要右左臂啊上台回挂，向外拨转啊，将对方的手拨划出体前啊，让开这个中路啊，借前蹬后蹬之劲打出右拳。我前手被对方一挂住以后，但是我要用右钻拳来破来防守。对方前拳一打，前手已经被对方挂住，所以用后手稍带往后撤步避开距离以后，后手向前一掩开对方的前拳以后，同时在上步借后脚蹬进，在上步打击对方，用钻拳来打击对方的面部和头部。下面演示一遍。下一次退步左横拳，对方封住我的右拳后啊，打出他的右拳，打右拳我要受到威胁，借退步啊发出横拳的劲啊，以直拳啊走的直线横劲去拨挂对方的这个前拳啊，使他的前拳离开我的中线啊。退步要跟发横拳啊较齐了。这时候我钻拳被他拦截住以后，我这时候要用上步右崩拳、上步左崩拳来进行攻击对方，前手一压。前手向下裸压，然后后手崩拳向对方胸部打去。这个上步要快，动作要迅猛刚直，崩拳要有螺旋劲，
出拳的时候先拧螺旋，然后再反拧螺旋，直打对方的胸部。来，下面演示一遍。对方下压我的左拳后打出崩拳，啊，我用退步劈拳破他，啊，三步，哎，劈拳走打啊，要小臂有一个翻转幅度啊，力打小臂，哎。我上步崩拳被对方破掉以后，我再继续在上步打出右崩拳，前一手要有往回裸带对方，同时往外拨挂，使对方的中路让开，使有利于我后拳往上往前打。这样的啊，下面演示一遍。对方拨划出我的右拳后打出右崩拳啊，右崩拳打出的时候我一看势太猛啊，站住中线，我要急速的坐身下压啊，还是发出这个劈拳走打的劲啊，下压对方的前小臂啊。我上步崩拳被对方一用劈拳来破了以后，这时我还要继续以带速度要快，前手裸挂对方，同时后手接着继续打出崩拳来打击对方，这时候要这三个崩拳要是连续快速。演示一遍，来，下面演示一遍。对方封住外挂我的前手后又打出崩拳啊，我接着还是劈破崩啊，劈破崩，退步劈破崩啊，封住他对方的劲力啊。退步劈拳啊，又劈拳这个动作。对方一劈拳完，又破把我崩拳破掉以后，这时我要用上步炮拳来进行进攻，前手要向外向后带挂，挂前手，同时使对方的中线有利于我进攻，这时候要后拳要以崩拳的劲打出，打对方的胸部。这要挂和打同时借拧腰之际，同时借前蹬后蹬之际一气呵成。下面演示一遍。
对方的炮拳打来，我用原地倒步啊，封住对方牵手以后，再打出专拳啊，攻击他的面部和前胸啊。这个动作，封手啊，往下带，往旁带啊，在这个基础上啊，抛物线的打出专拳来啊，直逼对方前胸啊。我炮拳被对方化掉以后，接着他又快速用专拳来打我，这时我要用横拳，要退步躲横拳来防守。他拳一打，唰，左横拳要快，而且说要贴住对方，用有一个横劲来横挂、横拨对方的专拳来进行防守。下面演示一遍。下一动，我用上步左崩拳攻击。这个动作，攻防要一体。下压的同时，啊，左拳就要往出钻出，接着，啊，借这个右腿的后蹬。迅速啊，向前崩出左拳，力达全面，直重穿他的这个腹前啊。对方崩拳来打我的时候，然后迅速撤步，避开一定的距离以后，接着后撤步转腰之际，后手前手往回拉，前拳往回向前劈挫，劈挫对方前小臂。使他的前臂被我的劈挫进以后，他失掉了攻击力。下面演示一遍。下一动，我用上步右崩拳攻击对方。用左拳小臂的啊回拉拨挂，使对方的手离开我的中线啊，接着前趟后蹬打出右拳啊，绕步右拳啊。对方崩拳打过来的时候，我要迅速转身撤步，同样还是以劈拳来劈挫对方的前小臂，要借转身拧腰之劲，哎，劈挫对方前小臂，使他那个攻击力对我失效。下面演示一遍。下一动作，甲乙双方共同收势。对方的劈拳封住我崩拳后，迅速侧身。啊，成并步专拳，接着两手下交啊，形成左式的鹰捉收势动作啊。我前脚往回撤，同时后手拉回来，前拳钻过去，再以拳到肘到手变掌，完了三里式收拾。
变拳，左右胸口下沉，转身变步。Xing Yi 传统对练套路，对劈锤，这是一个啊，以拳，也就是说锤啊，为表现形式的Xing Yi 拳对练套路啊。他讲这个拳打蜗牛之地啊，大动没有，小动尽力变化比较丰富啊。再一个，就是说，说锤不见得都是拿拳头打人啊，在发劈拳、专拳、横拳的时候，就往往全面打人是一个点，小臂、大臂啊都有击法，都能打人，做到哪儿沾哪儿有，拳打三节不见形。希望大伙儿从中有所啊。启发对这个形意拳的尽力。对劈锤第一动作起势，甲乙双方同样起势动作，这个动作两个拳啊交替的在身前上卷，交替的上卷，左拳通过右小臂下啊向前向上发一个下翻浪劲啊，力点在小臂上啊，不是在拳面上啊。再一个，重心要坐在四六分步，后腿四成，后腿四成啊，前腿，后腿六成，前腿四成啊，上身略前倾，目视斜前上方，斜前下方啊，是这么一个动作。我用上步右崩拳啊，攻击对方。这个动作要求右臂搭他前臂的时候啊，左臂啊，左拳或者左腕搭入他前手的时候，有一个旁挂下压的尽力啊，一个拨挂，接着通过我的啊右拳经左小臂上向前崩出啊，仍然发出绕步崩拳的这个崩拳事件的这个穿透力了啊。对方一崩拳打过来的时候，我要迅速撤步，夹脚同时撤步，同时前手迅速抽回，抽回以后用劈拳来劈他前小臂。要劈他前小臂，要有个前下劈、下劈，还有前推错之意，同时在劈当中有个错来打击对方。下面演示一遍。
我用这步劈拳来破对方崩拳以后，我下面用上步右崩拳来攻打对方，前手一劈对方以后迅速下压后裸，一下裸在对方，同时是前拳是后拳顺着上臂上打击对方的胸部，这俩动作要合为一体，前面一下后手，对方一个崩拳打击对方的胸口。 右拳被对方封住以后，接着他的右拳，他的右拳崩拳发出来，我用劈拳，退步劈拳封对方的来手，同样要打出劈拳是否，打出这个斧子印儿这个劲儿来，哎，他应该是。 向下劈挫，一个直破横，劈挫的过程，把对方拳头打偏离你这个身体正面，而且呢，要使他的这个攻击力完全丧失，要借助这个退步。 这边演示一遍。对方一把我的崩拳用劈拳破掉以后，我下意识用上步。 右端拳，前手上去裸压对方的前拳，同时后手往回，后手先裸压对方前拳，前拳迅速撤回，经胸口钻出，同时上步借上步打击对方，以端拳动作连贯。 劈拳打出去以后，他的专拳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借前手回拉，接着往前滚，往上上，这是一个螺旋中的防架动作，跟那个炮拳还有点不一样，通过前穿，挂在耳旁前面。 接着，炮拳，打向他的心口，对方炮拳打我了，又打向我的时候，我前拳被对方挂住，要迅速往回撤，撤步撤回来以后，同时两脚往回撤步，以劈拳来打击对方的前拳，同时。 对方的炮拳被我化掉以后，我前手一压，接着上步，用横拳来击打对方。借着这个压，同时这拳就往上端，一个横拳直接打对方。这样的，前手一压，其实裆部。 对方的横拳出来以后，我迅速俩脚同时撤，同时撤的同时，右拳拉回
借着换腰右拧腰的啊劲力劈出左拳啊，用劈拳破他的这个横拳啊，退步劈拳啊破横拳。是一个滚压的过程啊，粘着他的胳膊以后再翻转下压啊，这样通过螺旋有吃透力啊，通过劈呢啊使他的这个劲力改变方向啊。下面演示一遍。我上部的横拳被对方劈拳破掉以后，我迅速往回带，往外拨挂，拨挂以后使对方中线必给有属于我打击的有利范围之时，上部顺步钻拳来打击对方。好事。钻拳要有个抛物线，上钻啊，有个下翻动作，打着抛物线形状。我封住对方的手，对方钻拳啊，钻拳又攻击我来了。我外侧后撤啊，后撤右脚啊，横挂他的来拳，接着上左脚打出啊左拳，打出顺步右炮拳啊，这个动作名称就叫上步左炮拳啊，上步左炮拳啊。拨挂的时候必须自个儿的小臂和腕子向脑袋靠拢啊，形成一个三角力啊，不要往外架，不要弹，不要上下弹，不要往外咳啊，是滚动中只要他离开我的这个啊这个身体以外啊，失去威力的时候，我就直接打出去啊，打这个拳要借这个腰右拧的劲力啊，要借这个劲力啊。我钻拳被对方炮拳破掉以后，他要有前拳来打击我胸部，这时我要用迅速撤步转身避开打击距离以后，同时以后手的劈拳来劈对方前小臂，撤步劈拳使对方的前打击我的攻击力暂时掉。下面演示一下。对方炮拳被我用劈拳化掉以后，我这时顺势前小臂贴对方，去往里边以横拳来抵打对方面部，要带一个螺旋滚动打击对方，一劈完迅速快上步。对方的转圈上来以后，我迅速回拉，哎，马上再钻出去，哎，左拳
啊，在螺旋中要破它这个直径啊，这样才能那个不硬顶硬架啊。撤步要有尺寸啊，不能撤太远了，撤太远了啊，就再一个进攻动作就衔接不好了，撤太近了呢，俩人挤到一块儿。 啊，这个劲就发不透了啊！下面演示一遍，我的专权。 吃住对方来手以后，向旁啊，向旁挂的同时，上身向前移动啊，接着打出反背拳来，用拳背儿啊摆动，打向对方的耳根啊，架完了，接着上身啊，上身就往前，直接就逼近他的后脚。 啊，我的右脚逼近他的右脚，啊，打出这一拳来。这点要抱紧了啊，使这点产生大臂借助身子的力啊，打出这一拳的啊，伸出去，啊，左拳，拳回去左臂，打出右拳啊。 对方一反背拳打我，打过来的时候，然后迅速侧前手、侧后脚，以双眼斗来挂住对方的反背拳。接下来要撤步，双肘要有个螺旋眼挂，不能这么硬扛。如果硬扛的话，这样就他整个拳的。 作用力全大的我身上了，要一个往后掩挂，一个螺旋动作。他这个动作应该是呢，是这么一个动作啊。这个动作要大臂、小臂夹紧，在身前绷起啊，前面是直的啊，不要这么压啊，弯曲前面啊，要直的绷起这个小臂肌肉。 下一动作，上步左崩拳，对方俩拳都用于我这个反背拳上啊，下肋骨产生空档，我迅速进这个啊，进左脚，啊，崩出左拳来啊。 是这样的，往后退，哎，这得跟进啊，这个一左一上啊，一右一下啊，这两个相辅相成啊，这个劲要打纯了啊，带有隐蔽性，借着这个身子，哎，把注意力往这儿集中前，嘣。 这边就得打出来啊，直接窝他的心口去啊，重创他的内脏。我对方一崩拳向我上步打来的时候，我要迅速撤步，哎，双以双棒拳来迎合他的。
崩拳。这端撞拳的时候，要是用同时带了又上托上托的意思，同时往里掩，就是进打的意思。撤步要快，出拳也要快，迅速撤回来，往里掩拳。他这是个台形呢，上撑的劲力啊，不单纯是往下往前啊，他这是个上崩，往上崩啊，弹对方的这个，不管是掌是拳啊，这个弹劲啊，上崩的劲，在这个动作里要体现充分了啊。下面演示一遍。我用双撞拳来崩击对方的崩拳以后，崩起对方，同时迅速一拉一错，上步崩拳来击打对方的胸口。第二要借着前手左手往回拉拉拉的同时转腰前臂向前崩，崩的时候这个臂要有个上挺，不是单纯直打，它有个上挺，挺住挺住对方的上崩拳，打击对方的胸口。借势啊，手去不空回，他全都顺着我这个拳下直接钻过来威胁我的这个心口和腹部的时候，我就用我这个伸出的左拳啊，左小臂啊，哎，回挂下压啊啊，通过脚的调整啊，压住对方前拳啊。压的同时呢，身体要往右转，使他这个攻击力啊偏离方向啊，失去威力啊。这个拳头在运动过程中，哎，它有一个滚压啊，滚压，哎，往外拨转，有这么几个劲力含在里头啊，要跟脚较齐了。下面演示一遍。对方来手，通过我左小臂的滚压后失去方，失去这个打击方向和这个劲力后，迅速重心前移，打出右转拳，啊。弧线的打出，啊。我徒弟这条线要站住我自己这条中线啊，一个是用臂打，一个是用全面打啊，沾哪儿哪儿有啊。对方用端拳打向我面部打过来，就是我要用撤步，撤步。撤步出横拳，横拳是从我中线出来以后，经胸口往前，边向前边螺旋，有个拧转，带有横拳，起横不见横啊，再有一个用横劲来拨挂对方的专拳，要快，同时用这横拳来。奔对方面门打过去，下面演示一遍。场外边。
我以横拳来破掉对方的端拳以后，我要用上步右炮拳来攻击对方，前手往回带挂，这个拳面要贴着脑袋，贴着额头上，构成一个三角力，往回带挂，同时后手上步以直拳来崩打对方的胸口，这是炮拳的动作。对方炮拳出来以后，我利用前手右手回来的半截道，哎，去掩对方的来手啊，将对方连滚动再挂拨啊，使他全面离开我这个俩肩这个受打击的这个范围啊。他是通过肘带小臂啊，小臂自身的螺旋回挂啊，并且往回拧腰啊，往回拧腰啊，拧腰啊，把对方的手封挂在体外。这也是下面也是一遍。对方来拳被我封出体外以后，迅速借后脚后蹬之力啊，前脚向前横撑出去啊，利用这个右胯和右小臂肘打啊，来去撞击对方腹部啊，向对方腹部撞去啊，力在胯在小臂外侧啊，产生一个向前的一个横撑劲啊，是一个跨打，也是个肘打的一个动作啊。这个力啊发出来以后，成半马步啊，半马步就是说左脚尖要略抵扣，重心呢坐在这个右腿上啊。六分坐在右腿上啊，而且搓脚肘打抖腰三下叫齐啊。真的，对方一肘用肘和胯来打我的时候，我迅速撤步啊，撤步用肘也是撑住对方，同时撤步来避开对方，一个防守动作。对，这样可以撑住对方，哎，使他的打击攻击失去攻击力，同时撤步也是避开对方，一个躲闪一个动作。下面演示一遍。到这时，我以要迅速上步左崩拳来攻打对方的肋部，这是右手往外挂对方的前手，挂住对方以后，迅速一崩拳，上步崩拳来攻打对方，这样的啊。对方崩拳打出来以后，我两拳都在身前，哎，下落以后上崩啊，上崩抖弹对方的来拳啊，不要碰他的拳头，要贴他的小臂啊，直接贴小臂上崩啊，一下抖了开啊，收腰啊，
下面演示一遍。通过上双崩拳啊，抖弹劲，将对方抖弹出哎自个儿这个有限范围外以后，接着借后腿蹬力，前脚趟向前，双拳直撞啊，抬行啊。这个动作应该是连贯起来啊，走出一条弧线来啊，抖手的时候是这个小背上车搭他，搭他以后他往起悠，往外弹，弹完了落啊，落也不要完全收回怀里头啊，落到身前，接着向前撞击啊，借助前趟后蹬的劲儿向前撞击啊，哎，是这样一个动作，一打两个巧面，全面啊，这个俩臂要有对方，哎，我打出台形以后，对方挤他挤不瘪啊，分不开啊，要有这个劲力啊，哎，哎。这个往前一直而进啊，直接就往里杀，哎，打向腹部啊。我的前崩拳被对方弹抖以后，他以双撞起来撞击我腹部，这时候要迅速撤脚，避开一定距离以后，撤步，哎，打开距离以后用眼肘，这时候大臂要贴胸，借身体的转腰之际，撤退步，转腰，眼肘掩其他的左臂外侧，使其对方打击我的距离方向发生偏转，避开他打击效果。这下要贴身，借转腰。下面演示一遍。对方的双撞拳被我眼肘破化掉以后，同时借着往线下隔压上部端拳来击打对方，端拳要打出一个抛物线，一压隔上端拳，对方专拳发出以后，我这俩胳膊回不来，同时往回挂啊，同时往回挂啊，搭他的肘部，哎，往回挂，使他的这个拳头与小臂脱离我这个身前这个打击部位啊，演到后边来，并步啊，并步变成哎这种拳型啊，用这个位置滚动中裹挂出去他对方来拳。下面演示一遍。对方的前拳被我前拳拨挂出体外后啊，迅速下压腕子，下压腕子，接着贴着他的胳膊啊，双撞拳的打向他啊，马行啊，双撞拳这是马行了啊，两臂较齐了以后，借前
腿的汤，后腿的蹬啊，向前，哎，一个撑，啊，力达全面，两个全面向前啊，虎口相对，俩臂要坠肘啊，不要翘肘啊，一翘肘这个就是胳膊本身小臂的力量了啊，要坠着肘，啊，坠着肘，发出一种双撞劲来啊。对方双撞拳打向我的时候，我要迅速撤步，避开距离以后，上专拳踢住对方以后，以专拳来抵打对方，使对方的这个力，打击我的力，在我的专拳滚动当中化掉，同时以专拳还可以抵打对方。你做这个动作。刚才这个动作应该是呢啊，借着抖腰前钻啊，使他这个俩全面啊，通过转体啊到我的身子外侧去啊，我的前臂钻的时候啊要守住自己的中线啊，这个打法不在于啊，打对方，而是通过戳来钻啊，破坏对方双手的这个整体向前的攻击力，使他改变方向，丧失力量啊，是这么一个动作。下面演示一遍。我以前专拳破坏化掉对方的双撞拳以后，我要沿肘往下挂，用上部绷拳来击打对方。他打出绷拳的时候啊，迅速回拉前小臂，钻出前啊右拳来啊，钻出右拳来，退步蹦啊，整个我这个动作是一个过度的收拾前的动作啊，没有任何攻防含义啊。下面演示一遍。到此啊，对劈锤的演练到此结束。下面讲这个收势动作，右臂下弧线摆起，拳心朝天，目视右拳，接着大臂不动，两臂下压在胸前相顶啊，全面相顶，同时脑袋回转瞅左脚前方啊，双拳贴身下落，过渡起，转体上步，杀手站起来呈立正姿势啊，两臂自然下垂体侧